己方半场射球打到框就给个什么七分的话，这样大家会不会疯狂在自己半场投？你这样子防守范围会变大？还是说就是其实大家投不到那么远？然后我在想，我有看他们好像投不先跟球跟球。哦，干一上来，哎呦，又来，哇，上来就是七分啊，上来就是七分球，漂亮，这个可看，还以颜色。喂、哎、啊，这个可惜。顾队要找绿间，顾队找绿间，绿间啊，绿间，再跑再跑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开始。好球啊！哎呀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三分，还行还行，三分，哎，还没进入洞，还没进入洞，对，还没进入，两队刚开赛，对，两个场，两个场，哎，秀德高校，秀德高校 ，Hello。秀德高校，绿间拿球，一比一，绿间一比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哎呀，好球啊！哦，十分了，看秀德绿间现在好凶啊，才刚开始一分钟就10-3了，命中率很高。看绿间现在在那个地方要球，他要超远，他的射程是全场啊！来来来，全场，哎，啊，这也射到后面了，对。哎、欸，一开始两分钟火药味就出来了、欸，很激烈啊，很激烈，很激烈。秀德高校2000块跟5000块的差别，没有好吗？是20000块好吗？2000块跟20000块的差别，冠军是20000啊，这场赢的就是冠军了。秀德，哦，哇，秀德一个，绿箭了，绿箭了，绿箭跟上，可以可以，球给绿箭，哎、欸，球给绿箭来了，球射了，哎、欸，飘一掉，哎、欸，中了。欸秀德绿间，目前绿间出手率100%啊！没有，他有一球 miss 啊，就是单好一个七分啊，反正也可以这样算100%。对，那当然都不算百分。哦、但现在都是给绿间球，5-3了。哎呦！哎，顾队绿间，顾队绿间稍微严密的盯防，但是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可惜又中三分，6-5。哎，追得很紧，追得很紧，其实还是蛮强的，对，还是蛮强。干，竟然盯防哎，绿间竟然积极防守。因为绿间不防守，没有，那是哈登。绿间是会防守，防守很强，绿间防守很强的。对对对，火神都被他打了10个帽嘛。对啊。哦，维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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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怎么样？哦，他在线内，三分线内出手，对，不算。对，顾队绿间一个人带过半场，急停。哦，买到了犯规，维利哦，买到了犯规，他急停买到，他维利啊，那个维利不算。对，哇，这场9-15还是很激烈的。对，顾队绿间也是进了三个，紧追在后啊，只差六分，而且防守很积极啊。什么时候才拉得开呢？哎，顾队，哎，回来了，绿间，绿间，给了，给了，漂亮，挡得好。再撑一次，哦，秀德的队友，哎，没有人在守他。秀德的队友打了一个两分，打一个两分，这会不会露出破绽呢？哎，毕竟这人家绿间是关键就是这一球啊。绿间如果这时候能够还一个三分，一个七分打，激烈了，就回来了。要位，好机会，哦，哦啊！裁判没看见，裁判觉得没有彩线。三分照算，好，12-17，可以可以，赚了一个，赚到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。刚很可惜，差一点就要七分了。对，刚差一点七分，如果七分彩线影响、欸。秀德绿间在哪？秀德绿间，哎，找到，哎，吊球吊球，有、啊、还回来了。哦，这个掩护很好，这就四强了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又拉开了。秀德绿间是要打，对对对。现在秀德，哎，鼓舞队有一点好机会，进入还没有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，一看就知道，就是、他太紧张了，还没有进入洞啊。只要有七分球，什么都真的。哎，绿箭，哎，好，掩护的好，不能投掩护，哎哎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掩护掩护，绿箭尴尬了，哎，好，好球，漂亮，哦、这个、空档有啊、哎、啊。哎，没力了，不行不行，人家打完前两场已经没力了，请求暂停吗？鼓舞队请求暂停。这是很正确的，啊啊！我觉得校队的优势开始体现出来了。你说体力跟资源吗？还有他们的战术也变得更精良。嗯、你看绿间这样投，哇！哇没了没了。我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了。那绿间开始掌握了这个绿间的原理，因为我们接到7点，对、啊、对对对对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秀德高校，哇、哦哎，再打两分，哇，秀德开始开启了这个黑蓝比分模式，对，41-15了，对对。但你知道我们的计分板似乎不能到110，真的、哦，那就比较尴尬。哦，哇哇哇哇，开始了，秀德绿间秀，嗯，可以可以。对啊对啊，看这个很敢啊，这个、很敢啊，这个就是要让他投出信心哦，对啊、不要让他很爽哎、欸。你要到当年我刚上建中的时候，然后两分两分体育课第一次体育课，然后说五打五全场篮球，然后我就随便一过半场就出手了，当时超被骂死，没有被骂死，因为我就进了哦，对我就进了三个，变英雄没有，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怪人，就我就立刻从此成为班上的奇怪的人这样。对，顾队换了新的绿间，顾队绿间这个是法律。系的同学很有名，建中毕业的，很强吗？学业很强，篮球也一般不错，应该可以足以穿线了，踩线了，足以穿绿间，足以穿绿间，说明是很有实力的。对，跟你同届的嘛。跟我同届，跟我同届。哦，现在法律系这个，对吧？顾队绿间，所以顾队是怎么组出来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他们也蛮有模样的、啊。哎、欸、啊，应该有可能是阳光野子。不是啊，顾不是阳光野子，哎、欸、不是不是，对。有咕噜就是咕噜，不知道可能是什么三 D 队，什么三 D 啊？就是社团组起来。哦，是哦，反正也不知道什么社，大家就某个社组，就某个服务区、哦，某个蛮强的社团，蛮大的社组，大家都打球，感觉他们蛮 还是公共议题的球赛。哎，没有买到，没有买到，没有买到，自摔，那自摔啊，亏了，亏了，亏到，亏到，左步，哎呀，被抓了一个左步。哎16秒, 16秒, 15秒, 15秒, 14秒, 13, 14, 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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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可以，两倍分差，两倍分差，我们等着看一百分。哇，有吗？不知道是谁放，看不到，他视角不完全。不知道谁放的。对啊。哦。哎，差一点，可惜。酷对绿间还是有在刷分的。哎呦，二十八分，二十六分，二十六还有机会。分差没有继续被拉大。秀德争一间在保分站立。哦，他们对啊，他们就是。哎，他们真的是很懂比赛耶。对，他们在保存体力。对，准备等一下打成岭。哎呦，两分都看不见。他们已经开始在休了。他们在想下一场了。秀德已经在想下一场了。把二线的上放上来消耗时间、啊、他们有十人啊，其实是有优势的，现在就是一线的。哇哟，绿间的三分，哎呀，踩线了啊，踩线了、啊、远一点射啊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就是无效啊，违例，违例啊，违例啊，他怎么可以在那么近的地方出手啊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好，他们喊暂停哦。嗯，他喊暂停，就违例啊，就违例啊！干，你就不要那么近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跟那个线搏斗？对，你在中线都可以让你了，中线都可以射了，对。想什么？第二换绿箭。他们真的是疯狂保存体力耶！疯狂换绿箭，他们都想当绿箭，他们不在保存体力，对啊，他们都想，他们只是想当而已。大家都想当。他胜负已分了，所以大家都开始想玩，轮一下，太好玩了，很爽，可以随便无限开火拳。要开，要变流行，从台大开始。你说就是随便浪射吗？然后打完绿箭没有，又来正式比赛，这个距离就可以了。然后光弹回来，为什么大家要抢篮板？小朋友才抢篮板。好，开始哦，咕噜会不会反超呢？能不能追上？就看他们这种开不开得起来了。孤武队，哎，孤武队又换绿间了吗？对，有机会。新绿间交给他了，新绿间，哎呀，队友掩护要位，来了新绿间机会，哎呀，不要往里打呀，往外打，退到中间投啊，想什么嘞？24秒了，哎呀，哎呀被防住了，哎，孤武队的绿间怎么这么不给力？哎，气数已尽。
投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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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了。看怎么那么怂啊！你看现在就变成那个啊，地光透漆啊，大家就变成这样了。怎样？观众也没有在拍了。大家还是很积极啊！但他们每个头都低下来，让他们过去。跟你讲，是啊，来，鼓舞队绿肩，哎呀，发生了失误。他们在干什么？绿肩来喽！不要开，远一点拿球啊！好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有球了，哎，空档，好球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好球，可惜，可惜，单档，对，掩护不错，这个0.1秒出手啊，固队绿肩能不能够在这种逆境中求胜的意志？固队的绿肩跑位了，拿球了，有，绿肩，啊，为什么往敌人？往后就好了，七，哎，不能在那里投啊。四三二一，有打有打到有打到空，哎，他要打到框啊，没有24秒啊，他要打到框，要在24秒前出手打到框。哎，固队使出了他们的暂停，最后三分钟。最后三分钟再进一个球，什么没有啊？现在36-6还有机会，都刷七分，全你想一下，麦迪35秒可以刷多少分？就是不行，换了，换最高那张。什么？他们换最高那张绿肩。哦，队长，队长总算要当绿肩。我说麦迪35秒可以刷那个7-4-28再加三嘛，可以刷31分，35秒可以刷31分。对，现在如果加31就60就平手了嘛，对啊，所以如果麦迪时刻其实是很够的，现在有3分钟啊，对，啊，十分打，十分打，没有问题啊，对啊，十分打很 OK 的，很 OK 的，对，哈登是，哈登也很常干这种，队长开始，对啊，他开始扛大任了，最高的队的绿肩，最高的绿肩出现了，但我觉得那个不应该穿我们衣服，不然真的会毁。哪一个？那个，因为听闻你绿太显眼。哦，你说那个？哎呀，你说秀德那个吗？啊、我觉得还好，还好。两分，哎。两分没用啊。看，还是可以麦迪时刻啊。看，鼓舞队的绿肩。来喽。投啊！那么高就跳投啦。跳投啊！跳投，跳投。有，哎呦。开始了，酷队的绿肩，最后三分钟还在练手感，还在练手感。开始反击，只要打最后30秒开动都可以。哎，好球哎，他们还没放进比赛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给绿肩，球给绿肩，投了。哎，好球啊，又哎呀，哎呀，哎没事，软掉了，软掉了。哎呀，哎，好不好哦？刚才干什么？被打爆了吗？哎哎哎！球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给绿肩，球给绿肩。绿肩呢？绿肩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有啊，好球啊！有啊，有啊！固队绿肩，你再追了，再追了。27，27，27，分差27，还可以的。31-27，赶快麦迪时刻。绿肩射了，射了，投了。全场都是我的射程。哎哎。为什么要往敌营走啊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哎呀，还是球稳，但是至少每球都有打到框，但最后一分钟，那真的是稳稳得分可以好一点。他如果一开始就上这个绿肩，可能有机会。对，一开始上绿肩可能是有机会。前面的绿肩都对，没有，其实他们绿肩一开赛的时候有进3-4个球，是中间突然就体能跟不上。就来回跑动之后，因为他绿肩很积极啊，你看他那个一开始绿肩27号，他一开始打得很积极，就27号一开始打得很积极，就是队长的角色，没办法。20，5点打完大概5:30，
过后，哇哦，七分七分，七六五四二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。